哎，你和你的猫之间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和我的猫之间，对，让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，可能是现在吧。哦，对，唉，真的很伤感情，养小动物。感觉我不应该提这个。Sorry。没事。是我大猫生病了，它得了猫传腹，然后还有并发症，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就是快不行了。苏苏，你妈妈想你了，你今天好点了吗？她又进那个 ICU 里面，然后我生日那天就录完节目之后我就一直哭。我觉得猫对我来说就是很重要，就是像我家人一样的重要，它就是一直陪伴着你的一个，小可爱。